我现在来到了深圳的北京大学研究学院，这是宿舍楼，应该是八楼或者九楼，这栋楼。我现在在北京大学，不是深圳，北京大学研究学院。看这三个，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，这分明是一种痛苦。在人多时候最折磨，笑容也寂寞，在万丈红尘中现在是小梅沙，刚从大梅沙过来。感觉吗？这他妈什么节日？人老逼我操！哎呦，摇一个。人真鸡巴厚，我操他妈！不愧是八百多万、啊。好，再咬一个。
给我妈妈的，那你不要那个了、啊。我坐地铁来东门吧，好多好多人的呢。我现在在深圳的红树林风景区，看蛇口大桥远方，蛇口大桥。对面，香港，港岛，是香港。现在在莲花山公园的山顶广场，这块看深圳风景很好啊，高楼大厦。这什么建筑？挺有特点。天气很热，11月9号，看这就是著名建筑邓小平铜像、现在我在深圳莲花山公园，莲花山公园，看花卉展览。这花很漂亮。
美女，因为我后面打电话叫用家伙，我用兵用，都是不敢打电话，又不等你电话。哎，什么呀？你打后边七五六三零九六八。想见到那天，绝不。
嗯，可以啊，啊，所以要不要在这里？后面那个广角都拍完了就让一下，哎，喂喂喂，那两个人先拍，那工作者，广角的先拍，你先拍呀，多谢你，广角的先拍，喂喂喂，让一下那个老师傅，往这边来，往上边来，广角的先拍，长焦的在后面。这个要先设一个，这大炮台太好了。真的。是蛇口左炮台。啊。对对对，一会儿照相时候在那个后边。这树挡住了，要不挡住能看见大海。对，它那个没有羊角，这是固定的。有效范围都有限，这是很古老的一种啊。蛇口左炮台，码头。那不是啊。啊。这是次湾港。再看一遍，次湾港。
啊，什么电站？麻湾电站。麻湾电站。三个。啊，三个烟囱那个哈。我现在在深圳大学，今天是2010年11月20号。这里风景优美，环境不错。我又来到了世界之窗，上一次来还是9月份，9月3号吧，这一次11月份。11月20号，9月、10月、11月，2个9月，快3个月了，又来到这儿了。今天是2010年11月12号，上午9:40来分。我现在在市民中心，一会儿上里边看看。周围都是高楼大厦，现在在深圳园博园，园林博览园里面游览。今天是2010年11月10号，也就是说我来深圳第10天。新手们，各位来宾、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能记得是吧？欢迎大家欢迎加入我们的游艇服务行列，让大家在小游轮清新的大江上享受美好的时光和激动。祝您们在蓝天背景天边的小船上玩得开心，玩得尽兴。现在我在深圳市东山公园。深圳火车站，深圳火车站站前广场。哇，又来到深圳了，这地方来深圳一个礼拜了都，礼拜天礼拜一来的。我为难我自己。